係嗰啲發到國際上。师傅说收不收他呀？好了，别说了，还有更精彩的表演呢。快让我们请出王国祥会长来介绍香港武术名家团体吧。好的，师傅出嚟上表演。咁啊，而家第一个就系罗家强师傅，嗰啲红衣衰嘢。下一位是陳天正，坐低行開，唔該，踎低啲。不算再瞓，買阿頭上嚟出嚟。師傅真係要入啲唔多咯，係啊，得。得何偉雄準備。
就最大嘅啊。好，来来我们师傅。这个红鱼，我中文师傅。
老戲黃德華師傅客家話。好，跟住紅線再揾黃淳敏準備。
即係我黃國祥表演到容易嘅啊，咁誒多多嘛，多謝。他们不需要这样充分。